看看新闻网。还记得电影《神探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吗？就是那部让刘嘉玲的眉毛烧到天上的电影。确实这个印象深刻哈。最近的这部电影呢要拍续集了，而且刘嘉玲依旧是那个当仁不让的女王啊，眉毛究竟怎么样，来看一下。见识到了吧？